们现在到了我们的英文课，然后现在老师还没有来，然后还有其他的同学还没有来。今天预计会有13个人，刚刚那个人跟我们讲是今天会有13个人啊，然后我们这边就已经15个人了。嗨，嗨，你们俩打招呼一下。Hello，Hello。这个是刚刚他给我们的书，这个书是beginner。刚刚你没有看到那位进来的女同学，她看到我们的时候，她的反应是直接是 stun 着，所以以我们的直觉来讲，她应该是我们的观众。然后我不懂她的心情是怎样的，就是她来上一个英文课，然后一开门就看到我们这样。我们也是很感动。马上把中巴。好，然后我们也很难专心啊，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但是不用紧，相信啊，看我们看多两三次啊，就无感了。我们上完了我们的英文班，然后我们再来吃晚餐。现在的时间已经是10:23，所以我们上完课10点，然后我们10:23才吃我们的晚餐。然后很多店都关了，我们就来吃这个粥，这个粥很好吃。然后他们吃这个牙煲鸡肉片。然后已经没有顾客了。你们听到那个拉铁门的声音吗？就是人家已经在关店了，我们才来吃我们的晚餐。那每一个拜都吃这个妹，每个星期都要吃粥。现在的时间是8:00，然后我跟 Benny 就已经来到了我们的 office， 因为今天要开始进行装修的工作，但是今天第一步先做的是先拉我们公司的那些 wiring 那些工作，然后。工作人员已经把东西搬过来了。今天一整天会是一个很忙很忙的行程，因为我们搞定了 office 这边的东西之后呢，我会先跟 Benny 去剪个头发，剪个头发过后我们就要去开会了。啊，好期待今天的行程啊！看我的头发像什么鬼？整个人像杂草这样，所以今天不剪不行啊。这样子，得要这样去开会，所以 before 去开会，先去理个发型。现在他们在搬的东西进电梯，然后我就上来先帮他们开门。嗨，哇，很重的回音啊！呜，现在他们开始在弄着拉电的东西，然后我们刚刚也跟他们沟通了我们的 plug 啊，然后我们的 switch 啊要放在什么地方，已经沟通完了，然后他们今天就可以正式的开工啊，全部轧唱已经关上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做最后的确认，他们就可以开工了。我们现在来到了上次来买灯的那一个灯店，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给了钱，然后我们把那个货放在他们这边嘛。但是现在我们就来拿去给那个做 wiring 的人，他们今天就要把这个灯装上去了，他们在试着灯。这个12个不是？对，12个。这个是啊，3个。对吧？对。我们的 office 总共用了30多40粒灯，30多40粒灯应该很难不亮啊，因为真的是很多粒灯。这边加满，这边总共30多40粒灯，还有这边2箱，不懂1箱。哇，这边的灯加买也是不少钱哦，很烧钱啊，要做一个 office 真的。所以讲，要开 office 的朋友真的是要慎重的考虑，因为加买装修啊，请工人啊，然后这些拉电啊，这些买灯买家私，杂不浪仓啊，买电器买冷气。
全部加加买买真的是烧钱。现在又来到了 office， 然后我们把货搬下车。OK， 他们要开始开工啦，然后我跟 Benny 就要赶去下一场派对。我们要赶去下一场派对，现在先去理一个头发，这个头发好像散开一样。然后等一下我们还要去朋友的公司去 meeting 一些重要的东西。Yes， 行程满满啊。Yes， 诚如各位所见，刚刚就把头发剪好了，然后现在到 Benny 的 turns 剪头发。没有看过 PSY 剪头发吗？已经很久的事情了，没有 PSY 剪了可以跳 Gangnam Style。然后因为时间有点紧迫的关系，所以现在我要先去打包我们的午餐，不然的话等一下我们就有可能要在车吃午餐，所以现在先去打包我跟 Benny 的午餐。然后打包了过后就回来这个 barber shop 这一边，然后先吃午餐，吃了午餐过后我们就要赶去朋友的公司那边 meeting 了。现在打包回来了，然后坐在这个头发店这一边吃我们的午餐，妈妈档的那西勒嘛。然后这个头发店这边还有这些桌球啊，还有这个游戏机可以玩，非常讲非常完善，非常贴心的设备。OK， 我们现在就到了我们朋友的公司这边，所以等一下就要开始 meeting 了。我们的时间从两点换去了两点半，然后等一下 meeting 的时候我就不会拍了，因为就不方便拍。然后现在到我们的公司在前面 ，Yes， 就是这一间 Kesson。来，你们说。做的了，对，到了他们的公司。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开会了，所以我等一下我们去 next round 的时候 ，second round 的时候再继续拍给你们看。他们的公司下面有一个洗车库，帅哦！以后我们公司做大，下面也要做一个洗车库，可以洗我们的车，对，方便。Stop thinking, start doing。好了，我们现在要开始开会了。现在到了他们的公司， wow。 我们的公司接下来的装潢也会是类似这样子，我们会做这样子的玻璃，然后两间房间，然后这边还会有一间房间啦，就是 for 小明的，但是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就是有黑色这个骨架，然后玻璃这样子。今天是第二天，然后我们现在在上位 Pyramid， 买着 Findy 的礼物，因为 Findy 呢，他今天晚上就有叫我们去他的家吃东西，他有买一些食物啦，叫我们过去他的家吃东西，所以今天刚好也是他生日，所以我们就来上位这边先挑选一些要送他的礼物，然后我们是来到了这些Buff Bomb 卖 Buff Bomb 的这个店。因为 Cherry 是打算送俺 Buff Bomb， 哦，里面还有很多小小个的。哇，穿的，招财猫。你们还记得上次我跟 Cherry 去住那一间酒店的时候，我们拍一个 content， 我有用到那个泡泡的那个 Buff Bomb。我们丢进在浴缸里面，然后会有很多泡泡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这边，也买这个东西来送给 Findy 啦，因为他应该会很喜欢，因为他家那边他的房间是有一个浴缸的，所以他也会用到这个东西了。哇，我有 video 看到他们的 badge 啊，哇，很美耶，哇 ，nice color， 它有点像是那个 unicorn 一样，OK， 哎，我做的 ready， this different。Different kan? Ini ada different. Ada color saja. Yang bubble one? Bubble you just macam ni, bawah ni. Okay. Can mix ah. You ada package for. 我们现在在这店里面买礼物，然后你看我们三个在外面等我们，他们的样子很好笑。
他们好像对这个世界很厌世哦，很厌倦这个世界。看他们几时会发现到我的相机。